好，咱先回下上节课内容啊。上节课讲什么来着？上节课讲的是这个字体大小，字体大小怎么设置呢？任何的元素，首先有各种各样的元素，对吧？最根元素是 HTML，里面有 head，有 body，body 里面可能有 H1，有 P，是吧？这个 P，那么有一个属性，哪个属性呢？style，style，这个 style 里面，比如说这个 P 元素就这么写呗，先写一个尖括号，然后 P 元素，然后它的 style 属性等于什么呀？style TLE 属性是吧？AST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双引号引起来，双引号引起来内容是什么呀？font size font 字体，然后中划线 size 大小，大小有什么样的？有多少啊？比如说这个50px 就是50个像素，有各种各样的大小，但是最终的实用的一个是 px，我觉得哈，一个是 px 像素，就这么大个儿。一个是 em 相对大小，原来的大小是一，现在呢就是一个1.2个 em 就加大点，你要2个 em 就很大，是吧？那么有什么样的例子呢？比如说这个，是吧？这里面所有的文字里边，一眼看到哪个字最显眼？明显它，为什么呀？最大个，是吧？为什么它这么大个？选中了之后，检查元素，检查元素。那么它的font size是多少？是4个 em。什么叫 em 来着？也就是400%。标准字号的4倍，400%，4个 em。再看这个呢，这是有一个渐变的感觉，是有旋律的，对吧？哎，我把它往这边拖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，哎，这个高高低低，高高低低，好像那个音频线似的，是吧？好像那个音频线似的。哎，有这种旋律的感觉，是吧？旋律的感觉，当然这里面有节奏的感觉，是吧？字体正在起变化，变化的变字是吧？到这个它就，这就是有更大的这种节奏当中有旋律，旋律当中有节奏是吧？哎，这个也是，哎，那么这个是节奏，大的节奏中，大的节奏是板是吧？里面还有演，有点韵味的感觉了。那这些呢，就是我们学的内容是吧？学的内容，说这个 style 属性在哪看呢？那我搜一下 style 呗。去哪儿看呢？就得上一个 W3C 吧，应该是 W3C。然后先搜搜有什么结果没有？搜到这个之后呢，我翻一翻，好像都不是，是吧？都不是，这是维基百科。那么我应该再加一个关键字 HTML5，对吧？HTML5，然后呢，这里面应该能够搜到，HTML5 的这个描述文档，然后呢，找 the style attribute。是这么一个理论是吧？是这么一个理论，找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呢搜 Ctrl F the style attributes， 找到 attributes， 找到 attributes 之后，它其实是一个属性，而且是一个 global attribute， 对吧？是一个谁都可以有的， body 也可以有啊，这个 P 也可以有啊，这个 H1 也可以有啊，是这么一个选项。然后呢我就看到有好多就是和 CSS 相关的。什么叫 CSS 呢？不太清楚，咱就点进去。点进去之后呢，他又要求点进去啊，又要求点进去。这块就可以看到一些内容，是吧？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？CSS Cascading Style Sheet 级联样式表，应该是管样式的这么一种东西。有好多关于 CSS 的东西。那么从这个 CSS Values 一直到最上边 CSS 本身。那我就点开这个 CS， 就叫 CSS 这个东西吧。点开了之后，它的版本呢是 2.1 的描述，然后有什么内容呢？这个就是相应的内容，相应内容。我们上次看的是字体是吧？如果我在这儿搜 font size 会有东西吗？果然是有，是吧？在这个15里面应该全都是 font 相关的，是吧 ？font size。那么我们从这个15的头看一下吧，15的头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字体相关的呢？首先就是匹配的算法，然后我要看第一个就是 font family， 字体的家庭。这字是哪家的字啊？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，字是哪家的字，它应该有一个历程吧。 Ctrl+C font family 是吧，拿过来叫 font 中划线 family，
里点 HTML， 就这个名字是吧，这个名字保存一下，保存一下之后呢，右键又一打开 Ctrl V， 这是一个 body 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字体，随便写点字，保存刷新，说这哪家的字啊，那这显然不是一个一般的字是吧，它显然跟这种普通的字不一样是吧，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个东西去了，那它是什么效果，它就是这种普通的字，但我把这个字加上呢，它就是这种特殊效果的字，但是它这块还有一个逗号，这个逗号如果我说只要前面这个，只要前面这后的删了，是不是还这样呢，是不是没了，是不是没了，那如果说我只要后边这个呢，只要后边这个呢 fantasy 行不行，它这个东西就是 fantasy， 前面那是干什么用的呢，好像没什么用，好像是没什么用是吧，就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用，但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这种字体没找着之类的东西吧，哎，这是正确的代码吗，It is recommended caught found family name that contain white space， 如果说是这个什么的话，就应该用引号把它引起来是吧，就应该把它用引号给引起来，那么引起来就是这个21世纪是吧，21世纪，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字体没有，比如说这个是错误的一些代码是吧，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能不能有啊，这个能不能有，它是前面一个东西后边一个东西，但主要起作用的其实是后面那个东西嘛，看起来像是吧，看起来像，保存一下刷新一下啊，不影响是吧，不影响 found family， 如果说哈我们这是一个字体家庭，那么如果我们改成隶书会有什么效果，这就是隶书，但是隶书这个我是一个字体吧，写上我可以修改字体了啊，保存一下刷新，哎，我可以修改字体了是吧，这个好像就是隶书的字体对不对，那么 Ctrl C Ctrl V 呢，如果现在两个 body， 这是隶书，这是宋体，那是什么效果，并没有改宋体是吧，并没有改宋体，这个 body 里面呢，它是只有一个 body 是吧，只是要哪个 body， 要前面那个 body， 后面那个 body 它完全被忽略掉，完全被忽略掉，那么我其实可以用一些其他东西是吧，比如说 span， 我把这个 span 加进去，span 就是一个好像没有什么特殊，就是像 em 啊肯定倾斜了， strong 呢肯定加粗了，这也没倾斜也没加粗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效果，这是隶书效果对吧，默认效果是隶书，现在呢这个前面的是默认效果是隶书，前面的我改成宋体，后边的我改成楷体，实际什么效果呢，我可以修改字体了，这是宋体，我可以修改字体了，这是楷体对吧，楷体，那隶书呢，那就来一个不设置了呗，我还是我保存一下是吧，这是隶书对吧，这是隶书，也就是说默认的是跟着 body 走的，但如果说有专门的东西，专门的元素标签把它框起来，说它是什么，那它就是什么是吧，至少我们现在可以使用隶书宋体楷体，这就很快对吧，隶书宋体楷体很快，很简单对吧，通用的字体家族啊，这个有，这是英文的是吧，以英文为主的一些宋体家族，那么我们一般就是宋体啊，楷体啊，然后隶书啊，黑体啊是吧，黑体，来个黑体，那么再来个这个黑体，保存一下，一般来说人家电脑都有这些字体，所以肯定就不用，哎，这就是黑体是吧，就不用担心人家电脑没有，哪个电脑都有宋体楷体黑体隶书是吧，这个不用担心，那么我们继续
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属性。The font style。font style 呢有什么呢？italic、normal、oblique，还有什么是吧？还有什么？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。italic 什么意思呢？应该是试一试吧。font，新建一个文档叫什么呀？叫 font，这叫什么呀？style，font style 好像是，点儿就听不见。然后呢，是右键编辑，编辑之后呢，这个里边就得写相应的字啊。font style，那我就把那个刚才那个拿过来吧，body 那个拿过来，然后粘上去。这是一条属性，对吧？这是一条属性。然后呢，再分号，半角的分号，加上一条属性，啥属性呢？这个上面写了，哪去了？font style 属性，font style 属性。这个事件其实就是 Ctrl C、Ctrl V 而已嘛。Ctrl C、Ctrl 加 V、Ctrl 加 V，然后呢，把它，当然最后这分号可以不用，是吧？再刷新它一下。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啥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就是啥都没有，打点字它就有了。从无到有，哎，这从无到有，它是倾斜的，是吧？倾斜的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个 italic 就是倾斜的东西，倾斜的东西。那么 normal 呢是正常，是吧？italic 是倾斜，这个是啥意思呀？如果字体是有这个的东西，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话，那么label 什么什么，就可能有可能没有，是吧？这个都是一些细节了。我看看这个有没有特殊效果，看这个有没有特殊效果。我把它这个搁在这儿，是吧？Ctrl V，然后呢保存一下，保存一下，再刷新，跟那个差不多，是吧？跟那个差不多。总而言之就是 EM，对吧？是不是 EM 的效果嘛？如果说我在这里面再加一个 EM。我说它这个 EM 啊，应该不要倾斜了，再变成普通的 EM 行不行呢？空格加一 style，style 里面有什么属性呢？这个属性叫 font，哎，看这个位置，style 属性它是什么效果？它是一个 normal 的，应该是吧？就是通常的效果。虽然它是一个 EM 标签，虽然整篇文档默认都是倾斜的，但是它会不会倾斜呢？加一空格没事吧？它并没有倾斜，对吧？它并没有倾斜，它并没有倾斜，并没有倾斜。那么这个 body 整个删了，我把这个代码做的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一条而已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不倾斜的 EM。保存了，刷一下，不倾斜的 EM，果然没有倾斜。那么如果中文字呢？也不倾斜吗？就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倾斜，就连标点符号也没有倾斜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两档。我觉得现在默认就是两档，一个是斜还是不斜，这就是不斜，这就是斜。说不斜的时候，即使是 EM 都不斜，即使是 I 都不斜，还记得那个元素吧？I 元素，I 是不是本来应该倾斜的？本来应该倾斜，它也不倾斜了，是吧？但如果说我把这个 style 给删除掉呢，还斜不斜？果然斜，它默认这就这么一句话，对吧？肯定是斜的，肯定是 EM 的，肯定是斜的，肯定是强调的，本应该倾斜，但是这是它的本来面目，是吧？本来的样子，但是我给它生加上一个 style 元素，让倾斜的呀。我说你的 font style 不要倾斜了，你的 font style 就是 normal 好了，正过来吧，直了就直了，简单吧。下一条 small caps 啥意思啊？small caps 啥意思？不知道，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这个东西叫什么？font variant 拿过来。把前面粘过去，开始编辑，然后呢，把这个代码拷过来。这应该是大小写之类的东西吧？
是不是呢？Ctrl V，什么叫 small caps？考全了是吧？前面是 property，后边是 the value of property，特性和特性的值。Ctrl S，这是啥效果呀？啥效果不知道啊？双击才知道啊！这倾斜是倾斜是吧？倾斜是倾斜。倾斜是倾斜，但是你总得有点效果吧？比如说 A B C D，默认是这样的一个字是吧？我再来个大写的，再来个小写的，再来个全大写的，看这仨单词什么效果？这是不是全大写了？哎，是不是本来就全大写的？不是啊，这个是本来是小写的。如果说把这个去了。我在外面再把它考一下它的本来的样子，这跟咱们其实没那大关系是吧？这本来样子，这是必须大写的样子是吧？啊，这是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把小写的字母变成大写，但是稍微变小一点是吧？你看到这个大 A 和这个 A 和这个 A 是不太一样大小的，虽然它们都是大写的样子，这对咱们没啥意义。Found weight。拿过来吧 ，Ctrl C， 拉过来，这都是 font 打头的，是吧？全是字体相关的。那么 font weight 啥意思呢？那就来吧，这个是 font weight 是有几档，有 normal、border、highlighter 之类的东西，从一到九百，从一百到九百，是吧？这么，我感觉最大是九百，最小是一百，这个都是。在相对的变化，那我就来九个吧。span p 吧，上下的对比好清楚一点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把这个代码拷过来 ，Ctrl C，Ctrl V 是吧 ？Ctrl V， 那么这个不用打分。这个为什么加一空格呢？也不用，先来一个默认的标准大小，然后从100开始，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、700、800到800结束吧。900还有一个，900改9、8、7、6、5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发射！哎，他就点中才能发射。发射！其实就是变粗点嘛，如此而已嘛，如此而已是吧？如此而已。当然有一些字体可能就不一样了，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字体会不会就有很多档啊，很多档位？就是一开始那个 Found Family 那个字体给包得加上。它这个好像没什么区别是吧？这就是不粗，这就是粗是吧？正常是不粗，从九八七六都是粗是吧？就这么一个事儿，就这么一个事儿。那么我现在我想做一个什么呢？我想做一个不粗的 EM。什么叫不粗的 EM？ 就是不粗的死状，死状默认应该是粗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着急 ，Ctrl S， 不是它，是它。死状默认没粗啊，因为没写字儿。死状默认应该是粗的，但是我说你不是粗的，你是细的。怎么弄？就是空格加一个 style 属性，让它的 font weight 是多少？是100，最细最细。来吧，本来是粗的。哎，还是粗的是吧？没保存吧？保存了，让它放的 weight 这个没拼对，一个字儿也不能错，就变成细了是吧？变成细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有了什么呢？我现在有了一个东西叫做不倾斜的 EM 和不加粗的死状。
说白了，子状和 EM 也就是通过设定字体而设定的。除了就是它在我们眼前为什么变粗了，或者倾斜了，是因为它可能有一些默认的属性，对吧？默认的属性，但是我通过修改这个属性的特性，修改这个 font width 的特性，就可以把它变成不粗；修改 font style 特性，就可以把它变成不斜。是这样一个原理，是吧？这个挺有意思。那么，能不能从不粗到粗有很多档位啊？这毕竟是八档啊。我们试一个这个，比如说这个 times，让它的这个 body 的 style，先让它是这个，我 body 替换一下，粗与不粗那个 font weight，这种字体看它有没有多一些档位。还是两档是吧？仔细看它还是两档，还是两档，还是两档。那如果说是其他字体呢？其他字体刚才看这个 serif times 这个会不会有这？因为它设置是八档，它并没有八档 times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就是可能是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方式，可能是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方式。哎，目前来说就是两档，是吧？就是两档，继续看吧，这些都细节。style 是倾斜，然后这个是大写字母小写，这个是 boldness 啊，这是重量 font。方的重量，字体的重量是重点还是轻点？相当于粗和不粗，是吧？粗和不粗。那么，这是一些值，是吧？这是一些值，这是字体大小，字体大小，这是上次看到的字体大小之后，还有一个 shorthand 缩写字体属性，字体属性可以缩写，怎么缩写？看代码，就这么一个东西，是吧？这么一个东西。那么这个东西好像既包括了大小，又包括了字体，又包括了粗与不粗之类的东西，是吧？它的规则在这儿，也先后关系也在这儿。首先是 style 是倾斜还是不倾斜，然后是 variant 是不是把小写字母给大写化，然后是粗细，然后是大小，然后是行高，然后是这个字体的家族。那么我们现在看了的话，我现在想要这么一个吧，一个什么呢？一个50像素的隶书的字，应该怎么办？那我就做这么一个 font。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 font？哎。把这个字儿删了。所有都消失。然后呢，我来一个什么呢？来一个 P 元素，里边写点话，写点话，写点中文话吧，不能太随便，是吧？不能太随便。好，差不多吧。法律文件23，基本是可以理解内容。默认的时候呢，看到它的样子是这样的，是一个默认的样子。那么我现在刚才说的是50像素的隶书，对吧？50像素的隶书，把它拿过来，Ctrl C Ctrl V，然后呢，给它一个 style 属性，看它怎么写来着？找历程是吧？咱不会，咱找历程啊，font，然后直接写这个东西是吧？它这个基本跟我这个结构差不多，中间用空格分割开，Ctrl C，拿过来 style 等于什么？Ctrl V 粘过来。这个 font 紧挨着，这是多少像素？50个像素。什么书？什么字体？隶书。隶书，保存一下，好使不好使？50像素的隶书，好使。那我就再加一个属性吧。我这回要什么呀？要一个，35像素加粗倾斜的，
载体，行不行呢？ Ctrl C， 先把它粘过来， Ctrl V， 然后 Ctrl C， Ctrl V， 然后找到这个位置， Ctrl， 把它再捋回来，是吧？把它再捋回来，这个应该就是先是加粗，然后是倾斜，然后是然后什么我也忘了，总而言之先粘过来，对吧？这个 font 就是前面的，它是一个缩写，有加粗有倾斜，然后呢有这是什么，这应该是楷体，是吧？楷体，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东西，然后我再说它是60像素吧，保存一下，刷起，哎，并没有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有错误。放它60像素，那60像素和这个楷体是不是应该掉个个，是不是就认了？有可能吗？保存一下，果然就认了。哎，也就是说它这个顺序有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哪个顺序，先什么后什么的顺序，先是这块就写了，先是字体，再是字体的家族，就是说是哪种字体的，是吧？哪种字就是相当于什么，就是先是字号再是字体，这六个分别是什么呢？倾斜与不倾斜 font style 啊、大写字母是小写字母是否大写化 font variant， 那么这个是加粗还是不加粗，字体的程度重量 font weight 啊，字体大小 font size， line height 应该就是行高，是吧？行高，但这里面好像没提到行高，那么行高怎么用呢？我们下节课再研究一下。最后这个应该是字体的家族，是吧？字体家族。那么假如说又写一个又加粗又倾斜又这么大个儿又这个，如果再来一个，咱这没有英文字母，是吧？没有英文字母，我再加一个什么呢？再加一个这个 variant， 就是应该加在这个和这个中间，是吧？这个和这个中间，它应该是什么？它应该是我就点过去呗，点过去，让它 small caps， 然后呢，这里面给它一些小写字母，看它是不是变成大写字母化了。其实我们平常用不到这种东西，是吧？果然大写字母化。如果写一大写字母，肯定还比这个一般的小写字母还大，是吧？这都是细节了，不用管了。我们下节课的任务就是一个，哪个？找到这个 line height， 哪去了？找不着了。line height 这个东西怎么用？这一课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